华阳王后，我问你，父亲为何会暴毙在你的宫中？是谁杀害了他？我定要将此人碎尸万段！放肆！父王突然遇害，你身为人子，悲痛过度可以体谅，但你别忘了，眼前之人是父王的正妻，大秦的国母，谁准你这样对母亲说话，简直就是大不孝。子楚，别在这装模作样，父王这一走，你便是大秦的新国君，你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我闭嘴了吧？满嘴的胡言乱语。王上轰了的消息刚刚传令下去，为免引起恐慌，只能告知臣民，王上是暴病身亡。对大秦百姓如此说，对各国大王亦然。您在这胡闹，是要整个咸阳宫都知道王上在宫中出了异变吗？对，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子楚为了继承王位，伙同华阳王后杀害了秦国的国君。子熙，你简直是忤逆不孝。我忤逆不孝？好，那我问问你，随随便便找了一个乐师，就说是杀害父亲的凶手，你以为这样能堵得住全天下的悠悠众口吗？父亲自幼习武，孔武有力，怎么就会输给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乐师呢？你是担心父亲像祖父一样高寿，耽误了你登基吧？他可是你的生身父亲，你弑君夺位，与禽兽又有何异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杀了父王，证据呢？证据？证据问问这个女人便知啊。华阳王后，事发之时，这华阳宫中为何无人看守？什么乐师潜伏，欲行不轨，父亲失手不幸殒命，都是你一个人说的吧？你看见了？你听见了？公子何必着急？等那乐师认罪画押，不就水落石出了吗？吕不韦，你打的一个好主意啊，可是你错了。你觉得我会给你们这个洗脱罪名的机会吗？来啊，把人押上来。诺。跪下。华阳王后，仔细瞧瞧，这是谁呀？子熙，你劫持朝廷重犯，好大的胆子！吕不韦，我想你留下此人，是想日后用他来威胁华阳王后吧？但你没想到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你们意图不轨，我也只能早做打算了。子熙，劫持朝廷内狱，你该当何罪？我只为给父亲找出杀人的真凶，一切责任我一力承担。韩奴，
今日之事，只有你和华阳最清楚真相。说出事情的真相，洗脱你的罪名。阿奴，你可想好了？这个女人只是把你当做一个替罪羊而已。你若不说明真相，那你就真的是杀害秦王的凶手，承受的可是车裂之刑。公子为了夺取王位，都开始编故事了。母亲兄弟一概不信，却相信一个死囚的话。他是个死囚，为了活命，当然什么谎话都会说。这种人丝毫没有价值，只有将他交给廷尉严刑审问，他才能说出真话。吕不韦，心虚了？大秦的事务全都依法行事，不管真相如何，都该交由廷尉来审理，你我都无权擅自处理。来人，将人押去刑狱。谁敢？兄长，你收买宫中卫队，到底意欲何为？我只为能给父亲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。来呀，将殿上之人悉数拿下，一并审问，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。诺。白昼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自然是来保卫太子的。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外扫荡流寇吗？怎么会在咸阳宫内呢？未经诏令私自进宫，我看你跟他们都是一伙的，图谋不轨吧。吕大人，告诉兄长，白将军为何在此？今日我献给王上一块和氏璧，就是先王欲求不得的人间至宝。此番必归秦国，王上预备送到墓前告慰先王的在天之灵。如此重任，当然要挑一位合适的人选护送。所以，连夜传了王上口谕，召白将军即刻回宫听旨。理由找得不错。但是你别以为把白仲召了回来，我就会怕。白仲，你与他们一样，企图谋反，来了也好，将他们一并拿下。慢着，你们都是大秦的士兵，以保家卫国为己任。太子是王上指定的继承人，理应拥戴爱护。却试图帮助公子熙作乱犯上，此举注定引发大秦动乱，为世人所不齿。难道你们都要反叛吗？说够了吗？拿下子熙，拿下。谁敢动？都让开，否则我立刻杀了他！退下！滚啊！君王大丧，全国禁烟，就算你挟持我，也休想逃出去。不是，怎么知晓？没想到平时幻想英俊，反被捉了眼睛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活剐了你。我早知道你就是这样凉薄的女人。你们赶快准备马匹粮草，我要即刻离开秦宫。他是父王被刺的唯一证人，绝不能放他走。封建，谁敢拿王后的性命开玩笑？立刻动手！违抗太子命令，斩立决。
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难道一定要眼睁睁地放走这个死囚吗？杀了他！听到了，罪人亲口承认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公子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拖下去，不失时日。兄长，你擅劫刑狱，理应受罚。念父王溘然长逝，你心情大痛，我不予追究。但你若再执迷不悟，别怪我不念兄弟之情。人都已经死了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只不过是棋差一招，技不如人罢了。太子殿下，恭喜。